如果在室内，那是老师的错。再准备点青红椒点缀用，切成圈圈儿。再切点小葱，切切。放了猪油，这个汤会变得更浓稠啊，更上劲儿哈。放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一把花椒，豆瓣儿，再勾一点点白芡，更加保味哈。如果勾点花椒，我后劲两瓶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你要啥东西？我给你看一看，切不出来。两勺海鲜酱，一勺黄豆酱，炒手酱。您这部 iPhone 11 Pro Max 还能值4200？来点青红椒点缀哈，大火收汁。嗯，你这门都想吃了。对，我操，我们连拜拜。